事情，今天又来做降大鼓了。嗯，我前几天第一次做大鼓手很成功，姐妹几个都没吃过瘾，有意犹未尽。尤其是我另一个妹妹，她没吃饱，看见我发的视频，天天在群里问什么时候再做，然后今天特意休息一会儿，晚上回来吃大骨头。好，今天就给她安排上，买了140块钱的大骨头，而且不少人那个评论还有私信都让我出一期教程。其实我一个 vlog 博主，天天出美食教程，不好意思。但是没办法，谁让我这么有天分呢？今天再详细的告诉大家我的这个大骨头怎么做的，都学着点吧。做降大骨的第一步，先去路边捡一堆带肉的骨头，肉越多越好。第二步，焯一下，放上几片姜去腥。把血沫撇掉，把焯好的肉捞出来。看看这一盆，喂狗也得吃一个月。再换一锅新水烧开，用来煮肉，一定要热水，如果是凉水的话会把肉积着，那个口感就不对了，吃着很柴。炒个糖色，接下来炒个底料，好不好吃全看它了。这是最重要的环节，葱姜辣椒花椒八角香叶桂皮香砂黄豆酱豆瓣酱。两勺黄豆酱，一勺豆瓣酱，刚刚炒的糖色，生抽、老抽，看这个勺蹭一下就上了，难得两勺，13张，适量，盖盖，咕嘟一个半小时。俺家家花回来了，他来了，你不知道？我不知道，我本来抢着想着呢，要下来我赶紧跑上来了，赶紧给咱来一个拥抱。你回来干啥来？吃大骨头呀。大骨头跟哪儿来？没弄，我砍死你！我的大骨头！今天晚上吃馒头炒菜。那啥吃大骨头？你咋那想吃大骨头啊？那个视频看着不好吃，我操！给我碗碗烂吗？那你去厨房里看看去。真不要脸，笑着不要脸。哦，哦，你知道还要等多久吗？多久啊？一个多小时。嗯，行吧。哇，刚刚我妹撂了两个鸡蛋。出锅前10分钟加盐调味，这个颜色超赞的。再来点盐，你看这个汤汁浓稠，大火收汁儿。嗯，先给孩子捞一块尝尝。哇，这个颜色只能绝了，比上一次还好了。这能加了，能加了吧？放我嘴巴，放双吧。快快，你尝尝。我扭扭双下巴都吃了。你这块算好吃，我刚才都想啃着了。我到了，上面全部都是脆骨，这上面全部都是脆骨，啃干净，啃干净那叫。好吃吗？嗯。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嗯。不赖，不赖，不赖。啃骨头就是爽。好好，关火出锅了啊，兄弟们！不来不来不来！哇，又有的吃了！
接下来是出锅的时刻。嗯。Oh my god！你可别叫肉都和白碎了。Oh my god！ 我天，这次的骨头煎的都是大的。太大了，它可太重了。你看这个糖，哇，这个糖真可好，哇！啊！你啥事啊？你能不能看着点儿？我的姐，快捡起来火锅！火锅！这骨头炖了炖了，是吧？不要浪费，掉地上，整个都散了，啊，烫死了！这咋办？我已经感到了。这炖的好吧？烂吗？哇哦！来来来，再添点水，就是淋上。你比谁好多了，我看过，要笑死，你算贱啊，你的话，你说你一个大美女，整天抠头粉肠，这合适吗？这样慢慢的，就像那种《舌尖上的中国》那样。